六创意健康店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营养补充剂、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六创意健康店，电话2882-4848，网址www.healthshop.com.hk。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好，今次又同大家介绍一个疗剂，这个疗剂是一个非常之细的疗剂，但是呢是有一个很特别的应用的地方呢，我相信呢很多人都遇得到、会 有需要的。那这个疗剂的名字是 Quallia Saponaria, Saponaria, 我译了中文叫做皂素，肥皂的皂、Quallia Saponaria, 是一种智利的一种皂树皮里面呢提炼出来的这种的那个皂那个 saponin 一种碱性，一种皂豆这种的成分。咁通常呢我哋应用系咩呢，系应用喺伤风嘅早期。当你伤风嘅早期出现嗰个鼻炎啦，咁如果你用得早用及时用呢，是即刻呢是可以将它停止的。咁有啲伤风啦，譬如有喉咙痛啦，可能呢喉咙又轻啦又干啦，咁亦都有急性嘅嗰个黏膜炎啊、打刺啊、喉咙痛啊呢方面。咁或者係啲咳啦，係咳啲即係好难吐到啲痰啦，呢种咁嘅情况。咁而呢隻疗剂呢，如果係一个叮剂用呢，係可以对啲慢性支气管炎呢同埋嗰啲胸部嘅肺部嘅呼吸系统嗰啲问题呢係非常之有用，係帮助你嗰啲咳清嗰啲咳痰。咁但佢最常用嘅地方呢，就係、是、任何伤风嘅早期，当佢一出现嘅时候呢，你即刻应用呢係可以好快就可以将呢个伤风呢係终止咗落嚟嘅。咁所以大家伤风呢个问题係非常之常见㗎啦，係咪？咁如果屋企係能够避到呢个嘅疗剂呢，係皂树 Quallia Saponaria, 呢个 Chili Soap Bark Tree, 呢个智利嘅皂树里面嘅树皮呢係做出嚟嘅叮剂或者个疗剂，呢个係非常之好用嘅细疗剂。但呢我相信呢大家都有机会呢，係一个当你有伤风作伤风早期即刻用，呢个效果係非常之好嘅。
袁医生头先介绍咗嘅同类疗剂，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系唔系就系你嘅灵丹妙药啊？需要嘅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喺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同埋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是25773798或者28824848，大家亦都可以在网上订购，网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的。好啦，今次节目来到这里，下次再见，拜拜。